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成都阿迪，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成都的城中村综合症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出发吧。今天太阳很大呀，阳光明媚，很适合拍视频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现在我走到一条比较阴凉的街道里面来了，刚刚太阳太大了，实在受不了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条街马上就要放学了，应该这里有个，应该是个小学吧，这里。给大家看一下。